起誓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同一、二、驴一、二、三，荡起来，转正，急，回坐，按，裁一、二、三，列一、二、三，走一、二、三，靠一、二、红一、二、驴一、二、荡起来，转正，急，回坐，按，裁，列。二、三、走一、二、三、靠一、二、收。太极八法包含了八个动作，就是棚捋、挤按、踩列、走靠。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之中，有很重要的八个动作叫做八法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前面的四招叫做揽雀尾。揽雀尾就是棚捋挤按，后面是踩列走靠。尤其这个东西揭露出来之后，尤其适合我们的养生，所以在我们慈大里面的中医养生学里面也特别会学习太极八法，也把它列为一个正式的课程。